啊，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哪里？你们给我玩两个片段。是要是不是要去坐游艇呢？主任。嗨。哇，他洗手，他有跳蚤。他会听那个爸爸。这里是峨眉湖的游艇码头了。那人走哪去了呢？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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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船轨来，来船轨上面矮船轨，船轨。来来，吸管。别走来，来来来，开船。走开我才能开啊。那我也是直接坐船。拉到中间来啊，这边来怎么样？来，往下面来。吸管你将。吸管是要吹干，这层面油，油了。好，我只有一个小小要求，我们喝完水呢，全部集中。两车嘛，啊。对。啊，甲车乙车。那丽萍就会喝一下，然后嘴巴好干的啊！大家先喝水。私人的啊，没有到什么关系企业，还没有做那么大了啊。若是今天有那么大，就不用各位那两车，我们要分开了。好，这要跟各位解释一下，我就讲了，这水域我们先讲水域开不开放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开放以后，要求我们第一艘船先进来，第二艘我们要想要马上进来，说不可以，先做评估。啊，再来，我们讲政府单位都要盖章，不是吗？我们申请一年还没下来，对啊，对。那是，对呀、啊，啊，等一下，我们全部集中收在一起哈、哦。政府单位是说，我只先允许你第一支进来，第二支，而后我比如你啊，按那条屋啊，基隆有基隆港，台北有台北港，就是淡水、巴黎嘛哈、哦，那个叫台北港，台中就是讲的台中，各位举手看看。不要怕，不会讲你，别讲一讲都听不懂啊！国语最快了。他叫大埔水库，成立于民国45年，由国人新建的，49年完工，50年启用到现在啊，50年到今天有58年整整啊，就是我讲的，去年8月1号，我们峨眉1号才有成立，在过往都是没有的啊。来，直接跳到右手边。右手边的矿业区啊，到现在到今天一共有18年，那是全长有1公里啊，这是我们峨眉湖步道，全长1公里，这是最末端的。树林堆啦啊，包含岛，等一下水库地方就会到了啊。过了这个桥一样看，右边那边有了啊，还步道一路延伸，有看到游客在走了啊。哎，王中平位啦。所以演艺人员唱歌的，姓关的啊，那看一下我们的大埔水库就到了哈，简称叫峨眉湖。那若是用这个水域对出去，看到山上来，先看我的拳头，有一座山长成这样，5个点嘛哈，有吧？灰色的小鸭子呢？有吧？好像垃圾一样，在飘来飘去呀、啊、哈。啊，对了，尤其是全世界有60个国家都设有水域，最主要我们这个世界总院也是设在我们新竹县峨眉乡，可以照相。没有，我们的窗户只有一边可以开而已，有耳朵的那一边可以开。一共有3个岛了，你右手边这一个叫无名岛，民国70年来到现在的哦，没有给它取名字，所以叫无名岛啊、哦。右手边的，左手边豆秋平基亮，那个西南豆追离的，啊，这一个叫水利地哈、哦，西南豆条吧。鱼蛋的意思，想说抓袂啦吼。哎，啊，鲤鱼啊，哈，鲤鱼的，它的面积有一甲地啦，一甲地啦啊，树林多啊，这树林那岛主棒啦，全台湾岛它的最大，私人的啊，啊，靠到水的都是它的那土地了，就。穷人的，是不是有钱人的？嗯。啊，我们这边啊。快看得到的绿地呢，全部都叫私有土地，就是只有那两三句呀、啊。
这边，嗯，这相关了哈。这个居油啊，北部的名车叫居油大。那大福这个居油，这样看起来很漂亮。你们就是有照到像是金黄色的哦，金黄色宝马。对啦，同学啊，相机手机照出来，人家就是那那五七一样，点进去你就怎样，他会报你价格啦，啊、哦，你介绍也跟你讲，啊、哦，对，就是。鲤鱼岛和无名岛，嗯，是几个人的啦？啊，也可以说了，全台湾啊，全台湾只有我们新竹县五乡这个大埔水库，伊的土地99%，我拢是私人地啦。其他的，我去山，等一下另外一边看。好，我先跟各位讲，正前方一个鹅公祭山。没听过哦，明白了哈、哦，很正常，当地人比较清楚的。那再问各位，山上人家这几个字有听过吗？好、哦，而公祭山就坐落于它山脚下，啊、哦，而公祭山刚刚有看那个形状，头顶上最高地方有个半圆形的嘛哈、哦，鸡鸭鹅那个公鹅有一种公鹅头顶长肉球的，啊、哦，就是这，所以哎看不到了，最高点。第一次由台湾人、本国人做的坝区啊，哈，坝区啊，这水放下去，就叫闽南县了。这个是新竹县新竹县一个永和地区，然后你把其他也给灌溉水来，有吧？很欧式的啊，哈。叫什么？不是啊，是一个目标嘛。过年期间就是有三个月嘛，10月1号开，10月份进来到过年期间，就刚刚我说那段流下去就叫做苗栗县，啊，流到苗栗就是。最后一站是台湾，每年的3月底、4月5号清明节的时候跑光光，可能会剩下一两只留念啊，想再多带一点啊、哦，因为我们这个池塘大埔水库里面呢啊，鱼类很多，它要吃的也不大，差不多这样最多了。啊，对了，我们那个码头区有看到喂鱼区、喂鱼的地方吗？那小鱼很多啊。就是那种，他要吃那个最刚好，太大的他对不起。新竹县政府，这所在地叫新竹县政府，他说没有钱，啊，这个水是你当时的苗栗农田水利会他在做管理，他就说我们苗栗县有钱，可是不多。当然水库完工以后，水淹起来，被水盖掉的土地才做征收。50年了、啊。民国50年开始启用以后，哎，这个水是比天然的多一倍哦，有25公顷哦，所以它刚刚啊、哦，就是在水的正中央，我们讲半岛啦，半岛碉堡。第二门的刚刚搭船地方呢，那进来的叫峨眉溪哦。来，现在仔细联想一下，你现在这个方向这样想的话，是一个一家河客吓死人，买土地要全部盖到好四个建筑物嘛，花掉100多亿。谁来做的？台湾人做的，因为他所谓的工程啊，啊，类似我们早期那个高铁有没有大陆工程，也是我们讲有块大陆人士他们的公司有没有设在我们台湾？因为这个有人去翻他的底啊，我们这样讲翻起来看啊，哎，早期都是大陆人，他们出点子，台湾人做事啊，安尼跳舞啊，他们设计我们出工啊。啊，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哈。我们讲的十方禅林，就是那个银色的那个我们第三期的环湖步道开始啊，那个界限一人一边嘛，啊，十方的
就是这别墅区这里啊，这个界限里面就叫做天恩彼得佛院，占地有12公顷。去年八月有来动土，后面问到他说了，有可能要盖，我们那就跟他开开玩笑讲，有一天呐、啊，有动土就准备要开工了嘛，啊，就像我们天恩动土。1999、2000年开始动土，隔年马上就开工了，啊，做到2011年喽，就11年，三个建筑物，这屋顶圆的啊，就这别墅后面那个圆的叫弥勒殿，3年前才完工的哦，像2019嘛，2018、2017，啊，2017年6月25号才完工的，所以说是最新的建筑物，它叫做弥勒殿啊，这个私人别墅也是弥勒佛地哦。12公顷土地里面，他自己有自己的产权呐、啊，那条网。非富即贵，我只能这么讲。这里的我讲的私有土地，就当地人、当地居民啊，叫做产条啊。你都不动的话，永远叫产条啊。外地人来买，有收到现金，叫做变行业人呐、啊。有钱才会动啊。啊这天恩弥勒佛院买土地到整个四个建筑物盖到好，花掉100亿，超过大亿了啊！但是这一尊弥勒佛呢，也加西兰啊，金死人条啊，估价叫做8亿倍亿了，多给倍亿，对，完工价是要乘以6，你是不是？哎，是不是金死人？加西兰的啊？这就花掉那么多，我们讲120亿左右，全部都花掉。好，那等一下，后续等一下再来介绍。第二讲，这一尊金佛呢，是目前全亚洲区最高最大的，身高有72公尺，相当于24层楼高，1层楼是3.3，体重2100吨，里面钢构有1500吨，这个机身车挡啊。谁挡走位了？有600吨，600吨了，啊！整尊高度头顶到地平线，地平线就泥土地啊，啊是这样算起来的。因为脚坐地方到头顶大概是57呀、啊，啊加上大概5层楼才有那么高哦，72公尺哦。啊脚座的地方是观景台哦，就是有5层楼的那个是钢骨结构，那个是观景台。等一下远一点点会看到弥勒佛三个字，就打赤脚嘛，弥勒佛好像都打赤脚，那个下来一点叫做脚座，他踩的是叫布袋哦，装钱用的布袋，听得懂吗？啊，所以来仔细看一下，这个弥勒佛是佛像港哦，跟我们的认知的不太一样哦哈。有啦，旁边也有公司，高度有3层楼的高度，1层楼3.3公尺，啊，哎，就是那一颗球而已啊。第一新科地呢，佛珠啦，80倍亮，啊，每一颗88公分，佛珠有几颗？有听到哈、啊？它就是比较特别，只能讲88的谐音是啥？哎，答对了，就是安尼啊。就是发，不管刚刚讲脚踩的叫做布袋，就是有些是用这样拿着。若是我们个人你要养三个，要有三个，第一个拿元宝，第二个拿布袋，第三个拿佛珠。怎么说呢？你才有可能发财。安尼教我，不要只弄其中一个，那有差一点点而已啦。今天跑去弥勒佛的，哎呀，要求差了。弥勒佛对他笑，我说弥勒佛他做的又那么大，这么厉害一个人，可是不是他工人很多，30几个，然后包商有30几个，那就是那一部分的就有30几个，就是还有钢的地方，还有30几个包工人，就是很小的工地主任之类的，那个30个，那一片2018年做没多久，一下我们客家人会讲。陆陆续续所有材料进来，对方都开过3倍到5倍的价格，所以做一年、做半年、做几个月就停在一个地方，价格的问题一
最后呢，这么厉害，有六十个国家因此原因呢，主要就媒体啊，要把这个发扬光大，全世界有六十个国家老百姓出很多钱的，包含你我。就一直把钱买回家放在那里，就好比来我们这船这哦，看我的手，这一个就像这几百块啊，就你觉得可爱你就会买了，说你我他都有出资的意思啊，你瞧我啊，所以不要去讨论它是什么财团，我只能讲它叫做财团法人，但是有五个峰峰相连的啊，它是坐落于北埔和竹东哦啊。拳头的点啊，一二三四五，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吴家的老板，最大那一个岛，他的概念，给当时乡长组织条，他说这么漂亮地方给你干那个，日后还得了啊？主要原因是这样的。好了，我们也到了，谢谢大家，感恩各位，生命。因为那不是我们私人的啊，那。早期是爱乡协会的。